这我这羊就会来吃。今天又是个大太阳哦。我的羊确实好多。你羊有多少的？有的啊。还是有脚。这是回龙镇第一大份儿。哎，还有一个种在里头。啊，清都清了。还有那个羊在，你看到吗？哎呀，还有那个大哥哥的。牛羊也还好，嗯，还差不多，看来还是没让我失望啊。中西的羊鱼都得来几个，采两个萝卜回来洗嘛，怕湿湿了凉拌。哎呀，这个鱼也好大哟，那还是长大好多。哇，那个太大，人生还有脚。那个也采几多，那个好长哦。那个萝卜长得奇形怪状的。那萝卜应该喂鸭子，可以再细点。和点点苞谷面，跟它拌均匀。中午饭了，快来！又来洗大的炒。那萝卜是啥形？我最喜欢吃那个。那羊把那萝卜水拦出来。我们是把猪喂的，阿姨人家吃得多，比我的饭量都大。来，你是有吃饭的哦。你那个是三十不能少的。今天早上把那肥肠都再吃了，弄起来再煮一下。肥肠煮好了，捞起来，弄起来吃，腌点泡菜。先倒点油，把肥肠炸一下。放点花椒、泡菜，放点肥肠。哇，这是正宗的火爆肥肠。那个超好吃。那萝卜是笨起，那个萝卜是笨起下饭的很咯。要去吃饭了。喝点饭还是喝点酒哦。专门给你整的上菜呀。那个肥肠多少钱？我包饭两三块钱，提前买怪物哈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啤酒下肥肠，爽歪歪。其实那是一几个羊肉，那叫个公羊肉。管他呢，也上了心了。就那儿的肥肠还煮得好。哪个那肥肠煮得不好？原来上次那肥肠也煮得好。